在中環呢度咧就有呢個嘅雕塑啊，咁就係老頑童啊周伯通。咁啊周伯通咧，佢咧即係我啊幾中意佢喎，因為咧佢就係即係不拘小節又開心，咁啊武功又高強。咁你睇佢咧就呢個雕塑咧，即係特別刻畫出佢嗰種嘅童真啊！即係個樣啊，擘大個口啊嚇！咁有陣時咧，我哋真係需要咧返老還童。咁啊，耶穌都教導我哋咧，其實我哋要回歸到好似小孩子嘅樣式啊！咁啊，能夠回歸到小孩子嘅樣式咧，其實係一個屬靈嘅高峰。咁啊，所以呢個周伯通佢喺人生帶出另一種嘅高峰，老還童。周伯通。